高潮所做的准备。我好想玩游戏哦，可是陈木来叫我说不要再玩。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想吃耶，真的哈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有没有想要玩游戏啊？这是传说中的张无邪的秘宝，八仙果。我现在觉得蛮有意思。我觉得我们还是玩一下好了，大家应该不介意吧？想想玩游戏，不介意，不介意搞到十二点吗？不是，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现在问题是我们歌才唱到三分之一，我已经又加一个半小时了。可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梗哎，怕排不进去。那八仙果先收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唱歌好了。我们要赶进度，各位对不起。知道吗？人生上有许多的波折，但我们碰到阻力的时候就要勇往直前。我们刚刚里面有许多，所以我们现在赶进度。